我们要先去那个响潭水源保护区界找看看东西。从这里进去。车子停这里。重新再走一次响潭水源保护区界。哦，从这里进去。一下就到了。被小龙找出来，连点位偏移很差很多。哇，好险，小龙有找到，原来就在路边啊。哦，害我们跑到悬崖下面去找，也找不到。耶耶，准备往彭茂里山，这里可以往主峰、西峰。南风哦，梯背林道一直走，从茂里山之后再往这边右上哦，这里有绑个布条，往这里走上去哦，路径也是一样是废林道哦，废林道很久没人走了哇，很有点荒废啊。植被还蛮密的，小龙在前面砍啊，哦，小龙你辛苦了。这里是彭茂里山西峰登山口，从这个水塔这里上切上去。自己找路慢慢走上去，还好啦，应该是还蛮好走的。上去就临线，终于抵达西峰。今天第一位登顶的是圣姐，耶！再来就是小龙。哦，这里就是西峰的基石啊。他们在清理周围。彭茂里山西峰标高17718公尺，神虎图跟补点。图跟补点，神虎图跟补点。茂里山，彭茂里山西峰。离开彭茂里山西峰，我们继续往林线方向走。这里可以纵走接回原来的林道。啊，小龙已经先把路开了，所以我们就顺着走，就可以接回林道。植被非常的旺啊，所以夏天走这个也是苦战啊。小心啊，会跌倒啊。下切的时候出现拉绳啊。那小龙在前面砍。那这里的整段蛮不错，前面应该是彭茂里山啊，林线。这里下切走的时候是碎石坡，要小心一点。这里的展望很好。接回林道了，砍了一整路的林线，接回林道，再顺着林道走。探险水泥屋。豪华公寮哎。以前这里是养羊的地方啊，豪华公寮。哇，
以前的旧杨寮，好空旷哦。这里露营，水泥地板还蛮不错的嘞。这里就是彭茂里山登山口，茂里哦，这里上切，看起来植被还是非常的杂。目前走起来还蛮好走的，这条林线算干净，小小的动刀而已。开始走上了，还蛮陡的嘞。彭茂里山的林线也是非常的阿扎，几乎也是要砍了，植被还是很茂密啊。哇，林线植被非常的难砍，我们圣杰一路把它砍上去啊，由小荣交接给圣杰之后，2.0 版，辛苦来到了三角点了，圣杰在清理山顶啊，也不好找了，归三角点都给我安起来啊，我们圣杰在那喷了。终于看到三角点的样子了啦，这里还有做牌子，这以前应该是很热闹的地方哦。听圣杰讲，他以前来爬过哦，路数很干净的。现在的吼吼吼，有够惊人的啊！茂里山，往南峰的路径也是植被很旺。也是密密茂茂啊，圣杰砍在芒草砍出一条路，后面怎么样还不知道。如果圣杰垮了，还有小荣接力。南峰登山口，抵达南峰了，有啊，哦，赞呐！今天最辛苦的两位，分别是圣杰、小荣。这里是千金湖山登山口，入口可以停车。保线路啊，下去大概15分钟就到了，蛮好走的保线路，目前呢，蛮干净的。登山口，千金湖登山口，也不知道对不对啊，自己找的啦，从这边横切过去啊。有可能也是错的。芒果园的最顶端的杂木林就是三角点的地方，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了。哇，啊啊啊啊啊，我小人的会干啊，准备昏去啊！吼，这无真啊，歹船。无真啊，歹船。哦，小龙今天战斗力又加1万了，陆陆可以后下次会被他超爆爆哦。千金湖的三角点，
被圣杰跟小龙砍开了，本来植被非常的茂密啊，差点找不到。9:30，9:00。庆功宴来这阿婆兵，阿嬷兵。今天两位刀手很累，请他们吃个冰。修炎吃到酥酥掉。圣杰带我们来吃兰州很好吃的水煎包。有点半生。